今日頂個黑胡椒蝦。啲材料就係呢個黑胡椒咧，我兩湯羹，跟住白胡椒，就我陣間中嘅一斤，跟住牛油、蝦，咁就得啦。陣間我搞掂曬先，蕉先，一斤到啦，加埋一齊。佢又唔揀，呢個佢唔係唔係唔係。炸好嘅啲蝦麻麻地嘅，我試下先，第一次整嘅，好嘅，好有胡椒味，第一次整啊，都幾好。都是成功的，屬於。